赶紧点点阿杜根点点阿杜根点不惜一切代价阿杜根够着了没关系随时死了闪现杀阿拉杀阿杜根上当了随时维恩这不双杀了吗给我杀兄弟你觉得自己还有救这不行了赚个二十块走了我就想知道俺们家人都哪去了那中单到底是谁阿杜根点再点再点有减速啊杀阿拉杀阿杜根 A 再 A 这怎么回事呢阿杜根平 A 谁打电话喂阿杜根不需要靠着电话把我打死了我的天哪我走位都没走好这螳螂能打死一个不打了一年啊我天哪大乱斗了是吧杀阿拉杀塔拉比哎呦我的妈呀一顿打呀这这一直打呀我天哪哎呀好不像这螳螂是真没用啊哎呀我应该吃车的平 A 吃钱杀阿拉杀塔拉比平 A 平 A 我们有盾了阿杜根我扇着妈还是压人还是可以的啊我们炸平 A 哎杀阿拉杀塔拉比给炸挨一下这个兵阿杜根点一下一走呗给炸九个兵好好补刀吧来点走呗致命点烟阿杜根锤石跑上来装备装备就干他压住那锤石根本够不到我们知道吧走呗杀阿拉杀塔拉比哎呀这个空的很难受啊这不应该空的勾不着链儿点阿杜根给一再点就差一个 RQ 的伤害把药吃了啊我眼儿都出来了让我一顿 A 呀我们多锤石400块钱让我一顿 A 哎打不着哎呀给炸炸两个人点一上来定住
给炸，拜拜。点炸，查眼儿过来，这 ADC 能杀，给盾先炸一下，没炸着问题不大，别急。定点，定住，点点杀阿拉萨塔拉比，一走给我杀，杀下阿都根彗星下大 Q 一下，阿卡丽来了，哎，问题不大，走，骚气呀、啊！先来个这个，咱再来个皮孩，这把来明朗之靴啊，换个扫描，出个眼儿吧，眼石咱就不要了。我有扫描，不需要，不是，我有扫描，出个药，不需要真眼儿。像锤石这种肯定压不过我们，我们只要别吃钩就没事，但一旦吃钩了那就完了，吃钩就有可能死，知道吧？先插个眼儿来，给 E 杀阿拉萨塔拉比，走呗。呀，这吃钩了没关系，定住给链，你看这就是吃钩就容易死，知道吧？给盾，他俩其实都快进塔了，我们吃钩都差点死了。给个都根，螳螂来了，这边 RE 啊，杀阿拉萨塔拉比，插个眼定，再 A 给螳螂了，退线，退线啊！推线推线推线，好，推线吃两个钱吧，吃成塔皮，吃成塔皮，回家燃烧宝石，再买个针眼就可以了。专注，我们必须群策群力。专注。螳螂把小龙打了，可以。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我们看见锤石了，阿杜根。这波直接过来杀卡莎，如果能杀的话，链儿 ，RQ 给盾，平 A 死了，把眼儿排了，哎，艾克还不错，给盾，好，那个蓝枪在里边，给艾克盾啊，能粘上他。等会儿啊、哦，烟雾弹了，先插个眼，看看怎么回事。夏洛维因跟卡莎干起来了，没干过，我们把卡莎收了。来，一过来，链住，不行，他这位置杀不了，很难杀呀。锤石来了，没关系，给个波。再给个波，先插个眼儿，
给波一走，他应该有闪走位。给波一走，插个眼儿呀，没插进去。杀阿拉杀塔了，给盾。他们少吃一层塔皮还行，给维恩垫垫刀啊，先插个针眼，再插个假眼，850，我吃一层塔皮加几层这个工资装就够了。20、40、60，波一下，眼十，给波打锤石，一套点也闪现走，这波不行，这波我的问题，哎，这波被勾住了，你看能不能换个锤石吧？还行吧。我不先出这个，算了，我还是先出这个吧。我出完这个，我们出一个米凯尔的祝福。现在这个玩意儿能不能给自己用啊？不能被勾啊，这被勾就完了，被勾就直接就打不过，一定不能被人勾。我们俩这个组合没有办法让人勾着，勾着就死。有没有跳弹？这波没跳弹，过来看一下啊！来链住，给个波走位，怎么这么多人啊？波一下，那边没阿卡丽吧？专注，波一下，走位，走位，走位。行，卡莎死了，可以接受。快点打回去，快跑！维恩怎么死的？维恩被谁给杀了呀？哎呀，这锤石有点准的呀！RW 回血回不了多少啊，这波可以打，对面没有技能，先插个眼。小龙你们赢了，哎，这锤石又不那什么了，又不走位了，我操！不过对面这波团灭了啊，他敢勾我，他们家就团灭，全死。拿小龙，我发现了，这锤石是瞎勾，你知道吧？我走位他能勾着我，我不走位他还能勾着我，这说明他就是瞎勾的，所以我们下回也瞎跑，知道吧？反复横跳瞎跑，蛇形走位，来个 Z 字形抖动 ，S 形下上的走。去上路帮一波这个剑姬，让人压得有点惨。这不能不一定能打得过呀。可以上。链致命点炎，链住杀阿拉杀塔拉比。给E，插眼。兄弟你是真弱呀，我操，我一寻思就不一定能打得过，这剑姬有点傻。等我要后啊，
还等你要后呢？我等你要哪去？我等你要哪去？你跟我说一下子，还要要后？不要管他，千万别管他，要管还是管我们家维恩或者螳螂、艾克这种。随时可以杀，我到了。你干啥呢？好送，链柱给E，来给波，别急，插个眼儿，再插E一下周围。哎我天哪，这地方没太好躲呀！哎呀，漂亮兄弟，我没法上啊，全是小兵。我上不去，走回家。波，二塔不能没，二塔千万不能没。不知道这锤石要干嘛，直接给个波，链给波，闪现走。操你还往上飞，你要死啊你啊！越级上啊，阿卡丽可能能杀我们，来给个阿叶，可以杀吗？阿卡丽，给螳螂一个盾吧，让他跑得快点。nice， 这卢仙能不能杀一波反扑给盾？去你大爷永不动摇，遭受他还有盾攻啊，给个波，给盾，可以，再给波，走了，查眼儿，右边怎么回事？波一走，这就别往上打了，这还打什么玩意儿了？呀，一换一，可以啊，剑尖值钱了。但是剑尖也拿钱了，可以，他把那卢仙给杀了，不错。艾克在后边，希望艾克不要死。耶 ，Q 一下，插个眼儿。别急兄弟，我往里插针眼儿，插眼儿来，我们小龙拿了，小龙拿了，我们家两条龙，这条龙拿了，杀阿拉杀塔拉比，把小龙拿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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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可以啊，这地方插眼儿，套盾。给波，再套盾，这个位置我们已经给封死了啊！给波，别过来，打龙，速度好，三条龙走，这就是我们家后期的资本，知道吧？先拨一下，
给个盾，我们就负责给队友在后边加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的 Q 伤害已经几乎是没有了，我们的盾全程给艾克啊，别人不给那维恩是个屁，不过不用去管他。给盾，现在我想去大龙插眼，不过我有点害怕这草丛里有没有人，我先去大龙插个眼，别急，只要对面不打龙就行。我给你个嘴巴子，打个红来，威音把红打了，艾克有点装了呀，你把红先打了，你管着艾克死没死呢，对不对？你先把红收了，这剑尖上头了，来给个波，给盾收一下，套点盐可以，先杀一个维恩，给盾开个扫描，卢仙在上路杀疯了，卢仙应该我们往上走一下他就应该要走了，先把眼排了，这卢仙还不走，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他可能是觉得他死不了是吧，这第二柱这就死了呀，给盾，其他的不管了，人头不要抢啊，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一个加加 buff 的东西，这人死了，死定了，跟我追，永不动摇，三四个呀，这里头三四个呀，我可没有眼儿啊，不行，追不了，这没法追，回家了，回家出一个干锅，干锅出完出香炉，艾克别死就行，艾克死了，艾克是我们家顶梁柱，他如果死了就比较难了，知道吧，过来赶紧给套个盾来，走，没事，我有干锅，他勾你我就给你干锅，杀阿拉萨塔拉比，重波插个眼，重波走，再中波，你像个犊子似的，你要死啊你啊，守中塔练一下，一走中波走位，杀阿拉萨塔拉比，一上来练，为什么没人守中塔呀，人呢，剑尖你被强化了，快上练RE 往上走，波减速点一下，不行就杀蓝枪，给盾，艾克连大都没有，怎么回事，来给加个血，一一下重波点盐接 W， 来 RE 二连给 Q 链闪现，死了，好，这波团战尽力了，兄弟们，艾克活了，哎呦我操，剑尖好好同志啊，能杀吗，你要把他收了还有的翻，哎，可以，我们家有龙魂，哇，漂亮，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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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能不能打得过，
维恩阿卡利卢仙不容易啊，想赢可不容易啊，兄弟们，这边想赢可挺难啊。来，给维恩一个盾，扫描开起来。二 E 二连，阿 Q 把 W 链住 ，E 一下，好，把龙打了，拉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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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挡一下卢仙的大招啊！可以，这龙魂有了，龙魂有了，战斗力增强一倍。现在立刻去大龙做视野，明白吧？我一走了，兄弟，往上走来，链儿。哎呀，没遇上墙，我操！他怎么有个红啊？他身上啊？这大龙视野不行了，做不了了，做不了，对面可能就要打大龙了。视野一片黑，那肯定得出去坐呀，上路肯定得出去坐。我就即使送了我都没办法，因为我们是辅助，我们只能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死了没有办法，如果我不死我可以给我们家创造能赢的机会。先扫一下，这波有眼，把眼排了，先插个眼搁这儿啊。Q 一下，给艾克上盾，来给个炸。锤石上了，锤石脱节了。锤点炎，杀阿拉莎，先给他杀了，杀了以后刷新螳螂的那个木印啊，让他飞走 ，Q 一下 ，RE 走 ，Q 给盾给剑尖，这一波可以打，给我杀兄弟们，回家守塔，去推中啊，推个上也行。把线儿给他推出去，你俩拉倒吧，你这让塔砸死了。这地方这时候推上啊，上路有兵线，你中路哪有兵线呢？那都是超级兵。赶紧把兵线给做出去，这边也没个人跟我来做一手兵线呢，兄弟们。好，走，把兵线做出去，要不压力太大了。回家出香炉。香炉可以，香炉出完出救赎。对面要推，先扫一下，一二走，先减速 AD， 阿卡丽脱节了，可以 W 一手给艾克顿往后拉，别着急，往后拉，往后拉，插个眼来 ，RE Q 一下，这艾克死的有点快，哎我操兄弟，来给个那什么，给个那个小灯笼，闪现走。抽一下，不行了，尽力了，这一个个往上冲的艾克大都没开出来，那艾克大不开，那维恩往脸上冲，
肯定是不能打得过的，别着急呀，拉扯一手。着急了，你知道吧？